嘅，你放糖好食啲，系咪？系咪？真系嘅，嗯。诶，我觉得糖好食嘅，真系放糖好食嘅。我嗰个皮可以啦，嗰个鸭我就觉得唔会放糖啦。嗯，今日咧我哋又出到去食嘢啦，食咩咧？嚟快啲讲。Mott 的都。耶，嗯，话说呢个系喺 MBS 嘅一间sorry。Fine dining。话说系 Chinese fine dining 啦，咁啱我哋又差唔多过年啦，咁我哋又睇咗食年饭啦，咁我哋除咗两位之外咧，我哋再多一位嘅。就是我大佬啦，嗯，佢而家翻緊工差唔多啦，我哋五点半喺 MBS 约嘅，咁事不宜迟，我哋而家要出发啦，所以就嗰度见啦 ，Let's go， 喂，我哋到啦，跟住果然仲有圣诞气氛啊，嗰间就系我哋要去嘅餐厅，乜你都，诶，德川芬妮，衬托下，圣诞节 ，OK， 咁啊 ，Let's go 啦，我哋去啦，而家。Yes， 呢间就系我哋今日要食嘅32公馆 Mott 的都。嚟，影完啦，走啦走啦。OK， 继续啦 ，sorry sorry sorry。Yes， thank you。哦，入位啊。诶，我哋错定位啦，等等，环境好幽静，真嘅 ，not so bad。呢个是鸭酱，等等，我哋 pre-order 咗一个42日嘅腌制嘅鸭。出嚟应该好冷清晰嘅。我都觉得系。我第一道送你啦，呢个系 Imperial Pork。哦，我最今日唔使预订。诶，我哋未食之前，大家都系咩相机食嘢先？是咪？差出啲嘢，好，影得唔错喎，喂。系，我咧有技巧噶嘛。哦，系咩？嚟睇下你嘅样，环境好靓哦。嗯，第一次我都系食快餐面啊。喂，你第一啖，哇，食得好肉紧喎你。OK 啊。OK 嘛，未做。做咩你嘅样？你嘅样好假。做黑毛豬咪得咯，但係佢嘅燒烤 OK 嘛？但係我覺得平時啲燒烤好食啲。你睇我阿哥，睇我阿哥，你要吃了一口，你要講一下，看有什麼感覺，你知道？好像很厲害，這樣咧。你食公仔啊，你阿哥？係啦，你攞咩？誒，真係啦。第一個嘛，第一個。真假？看我哥佢嘅反應係咩先？佢應該冇經驗到嘅。我哋呢個食年飯嘅，你明白嗎？就係啊，有你的 Ibrico 的感覺啊。你這個樣子，我肯定是硬硬的，那有肥油啊。把它烧到 OK 嘛，其实。烧到是 OK， 其实是好吃的，只是我喜欢吃。好咬啊！因为我们平时咬的都比较硬一点。哦。你保守，保守，不要乱。嗯，嚟到我啦。喂，公筷啊，唔该。哎，我攞第一筷噶。我学你讲嘛。呢个味道喎。嗯。闻起上嚟个味道。哇，个手臂有啲大啊，系咪？特写下你先，嗯，好唔好食啊？望下呢度。好脆，脆吗？边个？啊，比较又系烧，呢个味道其实唔会咸咯，我觉得。O K 嘅 ，O K 嘅，又唔会话好甜，系咪？仲有谂你嘅，但系你攞玻璃叉烧嘅感觉，我俾唔出嚟嘅。我哋冇食过黑毛猪系咪？会烧丢架，真系冇食过黑毛猪。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唔错食嘅。咁啊，走出嚟啲乡下嘅佬食靓嘢咁样。咁其实几好食嘅，几好食嘅。我哋第二道嚟啦。真的是很小份。茄子，茄子这么小，茄子炒肉碎，茄子炒肉碎。嗰煲有啲细啊，所以快大捏嘛会。嗯，睇我阿哥食应该都觉得差唔多噶啦。
OK 嘛 ？OK， 你冇白飯嘅喎，冇白飯啊！我哋嗌咗炒飯。阿哥，你知道 OK 嘛？你的表情怎么？也蛮，也对了 ，OK 了。什么？哦，我哋嘅大三，我哋嘅大三，第三道。咩公仔菜啊？呢个系公仔虾。啊，系真。OK 啦，公仔好大啊。这个你的公仔虾好吃啊。怎么样啊？有那个胡椒味很重吗？很淡雅的一下，很淡雅。因为我觉得我哋三个好似唔知边度出嚟嘅香里啊，冇食过呢啲非奶令嘅嘢。OK 啦，我睇你嘅表情啊，周淑芬。炒饭嗰个鸭味好啊，喂。你睇到好淡雅冇？好大粒蝦咧，其實會。你睇下，喂，咁大嘅，你我咁樣講嘅時候，碌唔到個蝦，係咪？個個時間我先入嚟都幾大。你食啊你，你咁樣係喐啊你喐。係啊。有咕嚓咕嚓聲嘅。有煲仔，有嗰個煲仔嘅味嘛？食嗎？煲仔就冇啦，唔知粒咪有咯喺度。系 king crab 啊，呢个要 king crab king prawn 啊，就系、是、虾嘅鲜味系有嘅。啊，其他只个牙肉咧唔会淋淋直直嗰啲咩，就一食落嚟就新鲜嘅。应该今日知道到。我有住 food review 咁错，嗯，专业嘅专业嘅。虾啊嘛，有两只。OK OK OK 好。我喺个虾系咪？几咁几折几折咁大牙？好大。哇！睇 king prawn 咧，擘开之后咁个样嘅系咪？食到齿根咁大，你就知道啦，系咪？最好系你试一开。睇嗱，喺个碗嘅时候，睇个碗系咪占咗四分之一嘅 ？OK， 哇，啊，觉得好似好大只咁啊！真系香啊！啊，真系香嘅，啊，啱啱啱下先啊，系咪？系咪发觉好弹牙咧？系啊，我有粒胡椒，真系唔错。嗯，系啊。点样味道咧？唔系话好入味啊，但系咧。系，其實個味係唔入味嘅，但係個蝦係個新鮮嘅。跟住之後好大，入大。我食個乒乓佢。我食個乒乓炒咩啊？炒咩啊？亞煲炒乒乓啊！炒回轉。佢個蝦整得好大。嗯。啲手工識整啊。嗯。至少食過佢最出名嘅餐廳。啊。啲蝦。好過上次嗰個 SX 酒店咁樣，係咪嗰個嗰個蝦咁嘅樣 ？SX 酒店。在KL吃的 SX 酒店的味道，这个不错，这个 OK 的，这个 OK 的，起码那个价钱和那个标价值得的，给我们鸭鸭芝士来的，鸭芝士来的，重点是什么？ OK， 等下一场， OK， 不拜粗什么？等下应该不好说，应该爆了吧，应该是爆了。好啦，呢个系我哋嘅烧鸭嘅皮，要放糖食嘅。其实有啲好突然啊，要放糖食。唔系，可以嗌多半糖一齐点一样。我系咩 ？OK。OK。呢个肉啊肉啊 ，OK， 我哋嘅嗰个 pancake。好啦，大家可以一齐用啦。Let's go， 拿吧拿吧。喂，大家快起快噶咯喎！大家好似拿手唔成势喎，喂！小心啊，唔好食到嗰个纸啊！你睇我哥几专业，分下你唔掂啊，喂！你睇你。嗱，你去攞。加啲菜落去啦。其实咧，嗰个糖定系盐啊？你讲，但系我记得人哋放盐噶喎，放糖我第一次哦。喂，你好薄啊！喂，你卷咩啊你？好似专业咁。OK 吗？嗯，越吃到越有味道。哦，是真的啊。
可是你吃下去的味道 OK 吗？啊，闻起那个木的味道，那个木的味道很香。惨哦，安娜，你间评价咪好喎喂？有啲甜，有啲甜啊！你话系嗰个鸭有啲甜定系个酱有啲甜？呢个系呢个酱，我食咗个鸭嘅。但系冇 apple wood 味啊！我哥话你有冇食 apple wood 味？冇啊！有冇喺度？咁你食到咩味？OK， 好，欣赏欣赏，继续继续。OK， 呢个系一张 pancake， 咦？点解呢个 pancake 嘅？我觉得系 pancake 喎、啊。呢、这个俾。XXO 啲咩？笑咗，啲其实呢个酱人哋整得好靓噶，系我系觉得佢酱真系好靓嘅，系咪？系咪好劲？好有咖啡嗰啲decoration 咁啊，有啲港人咁啊 decoration。我用呢个要夹嗰个酱，你俾翻我呢个先。你知咩啊？而家夹皮啊，大佬，为咗咩夹呢样？因为我自己用筷子啦。诶，算吧，系啊，呢个皮嚟嘅。喂，你个皮又觉得你真系切得好薄嘅。可以加呢个一块啊？可以可以，你又未加嘅话，你中意？加两个啦，即系加呢个。你真心講啊，嗰、那個皮啦，都係嗰間好啊，真的好啊，係上次我哋食都係人哋嘅皮啊，好薄嗰個，係啊，所以呢個皮係製造得唔好，你啲製造得唔好啊，咪搞錯人哋製一條條咁啊，你一平平咁好似包雲吞咁嘅，包雲吞食好咩？包一碌碌嘅嚟，虾膏吗？系啊，好似虾膏啊，我食咗虾膏未？嗯，咁为何？就系虾啤，酥酥吧又啦，真嘅。我都話咯，個鴨酥味得到有多少重點？即係你明白嘛？即係鴨本身係有一種酥味嘅，但係如果你過酥、過粗重咧，你就會影響我嗰個肉骨咗發脹。O K， 可能係因為個鴨酥係太重咗，所以蝦膏啊放重咗多少？你嗰皮咧就真係有多少粗咁解啦？我覺得係，我哋啲好似好刁咁嘅嘢係咪？都係嗰個之前嗰個係真係好。啊，個 X X 酥點樣 ？O K， 個 X X 酥整個皮整得好，個肉整得唔好。咧，我睇呢個仲靚。口味係重咗，我覺得係因為佢嘅鴨巴，如果你齋食啦，你係真係覺得佢嘅酥味嘅重，所以佢呢個啦，可能係偏重冚嗰個味道，但係咧又太甜咗，因為我第一次聽你放糖，我都覺得係好甜，好好甜嚇，所以我冇放過糖，我試下先，鬼屌啊，覺得放糖，可能港式係咁樣啩，我唔知喎，咁我以後啊，鬼佬鬼佬。鬼佬，鬼佬，好食啊！睇睇，得，可以 stop 下档啦。真系几好食啊 ！OK， 平时可以试下。真嘅，你放糖好食啲，系咪？系咪？真系嘅，嗯。诶，放个酱，我觉得糖好食啊，真系放糖好食啊。我觉得个皮可以啦，嗰、那个鸭我就觉得唔会放糖啊。诶，仲有咁多嘅。诶，今日食唔饱。我都觉得系。OK， 好啦，我哋要专心食嘢啦。鸭食咗之后，就变成最后一道啦，炒饭，鸭肉炒饭。诶，周雪芬，你嘅最爱啊！你嘅炒饭 OK 嘛？要镬气吗？不是很多，不 OK 啦，有镬气啦，不，但系炒出嚟几香噶啦，其实。是吧？得嘅，炒饭嘅挚爱者一直要食饭嘅，有出烟咁样，嗯，有镬气嘛？问我咩系有多少嘅？好似扬州炒饭咯，系扬州炒饭咯，扬州炒，系一个扬州鸭炒饭。你好似有啲窿窿味啊？是什么？等太多。OK 嘛，睇你嘅表情好似唔掂啊喂。OK， 佢系炒饭又粒粒粒粒到得，又有一个饭香。但系味道 OK 啦。但系个蛋香味都有嘅。
有多少窿窿地。啊，我真的闻到窿地味。不過窿窿窿窿咗。誒，其實幾大兜嗰個鴨好多嚇。它不是，我覺得它是特地炒那個焦焦的味道。它沒有真正的是焦啊。有可能拿到，也有可能我們拿到那個白的那邊。啊。誒，都係有啊。粒粒同埋有啲蛋香味嘅 ，OK。炒飯嚟講係食鹹鹹鴨啦，但係有多少焦窿，所以有多少苦。OK OK 好。鴨肉咧，其實真係當食粒。所以成個鴨係咪啱啱好咧？應該係又係啦，但係誒，我蒼過廿幾皮啦，咁細碗嘅，我諗住有大刀噶嘛。快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大家又飲多啲奶茶，大家飲喜茶。誒，我哋翻到屋企啦。今日整體嘅食嘅啊環境梗係好啦，唔使講啦，嗰個價錢就係偏貴嘅，食物就非常之一般般。好老實講，係真係非常之一般般。令我覺得最期待嘅鴨都唔係話特別好食，就係屬於一般啦，真係講好一般啦。黑毛豬，因為我哋有兩個 signature 嘛，一個係北京鴨，同埋一個係黑毛豬。呢兩個咧，我 expect 應該係幾唔錯，因為好多人都話好食好食，但係對於我嚟講，我就覺得比較普遍啲啦，即係唔係話特別好食，又唔難食啦，就咁啦，普遍啦。你嗰邊兩個差唔多兩嚿水，你又講唔好食又帶過嚟。之後蝦就單調啦。整個煲仔菜入面得個煲仔蝦就係得個蝦啫，好就係好多人咬親啊！但係佢嘅蝦嘅嗰個牙啊口感係 OK 啦，好彈牙啦，就一般上咯。咁我哋三個人食一致認為茄子係最好食，竟然係茄子啊！茄子炒肉碎係最好食嘅，因為嗰個好入味啊！講真，嗰個真係唔錯食啦。炒飯就～普通啊，鑊氣就有少少啦，又唔係話好有鑊氣啦。嗯，唉，一般，即係整體上體驗係 OK 噶啦，但係你話要翻去嘅機會咧，係應該唔會再翻去啦。食一次應該就夠，因為一就係佢稍微真係好貴啦，佢係屬於係偏貴嘅。之後，食物就非常一般啦。對於我嚟講，我真係覺得我唔會翻第二次啦。所以呢下我整體嘅感想啦。咁我嘅老友記都係咁樣一致認為啦。佢都話一般啦。老友記好痛我，跟住嗰陣食埋一鼻。啊，老實講，真係唔會話食得好飽嘅。講真，因為我哋三個人，我哋總共有，我哋嗌咗五道係嘛？嗯，今日炒飯有五道，五道餸，即係有五道餸啦。嗯，即係 expect 你一個唐人嘅餐廳嚟講咧，佢三個人食咧，其實食五道餸咧，其實應該差唔多，唔會話十分之飽啦。expect 得起碼有七八分飽啦。但係起碼先五分就陰功喎。之後我下半場落格咗之後，飲一杯奶茶，仲加咗食一碗米粉添。我哋仲有去買一杯奶茶，但係真係唔會話好飽好飽，但係就價錢真係屬於偏貴啦。But anyway， 一次體驗咧都即係俾我哋去體驗下啲比較唔同嘅嘢啦。本身嘅話係環境真係好靚啊！環境真係，我哋係覺得環境靚，真係又好靜。之後佢嘅 service 其實都 OK 嘅，但係我明白點解我哋最後要俾買單嘅時候特別慢嘅。我哋拖有起碼有20到25分鐘，差唔多。整體嚟講嘅嗰個體驗係 OK 嘅啦，所以我哋都幾屬於都幾又唔係話好滿意啦，但就可以啦。係咪可以？有三粒星半咁啦。中等啦。食物就一般啦。所以如果大家真係好中意我哋呢一啲系列嘅，你哋可以繼續留意我哋啦。之後記住中意嘅話就 like、subscribe 同埋撳鐘仔啦。我哋下一期再見，哎呀！